这里是十二组中文对话，我邀请你花短短几分钟和我一起练起来。方法很简单，请先听一遍，再看说一遍稍慢速，最后看说一遍稍快速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，我叫刘杰。欢迎你，刘杰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，我叫刘杰。欢迎你，刘杰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，我叫刘杰。欢迎你，刘杰。我们赶紧吧，已经七点了。别催了，我来了。我们赶紧吧，已经七点了。别催了，我来了。我们赶紧吧，已经七点了。别催了，我来了。费，你唱歌真好听。真的吗？费，你唱歌真好听。真的吗？费，你唱歌真好听。真的吗？你玩飞碟行吗？不太行，小时候碰过。你玩飞碟行吗？不太行，小时候碰过。你玩飞碟行吗？不太行，小时候碰过。谢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作为答谢，请你吃饭吧。你太客气了。谢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作为答谢，请你吃饭吧。你太客气了。谢谢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作为答谢，请你吃饭吧。你太客气了。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很贵吧？钱不是问题，你喜欢就好。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很贵吧？钱不是问题，你喜欢就好。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很贵吧？钱不是问题，你喜欢就好。你想跟我一起练长跑吗？谢谢你，我还没疯。你想跟我一起练长跑吗？谢谢你，我还没疯。你想跟我一起练长跑吗？谢谢你，我还没疯。这是什么猫？长得挺好看。是呢，我用手机查下。这是什么猫？长得挺好看。是呢，我用手机查下。这是什么猫？长得挺好看。是呢，我用手机查下。你口渴了吗？有点儿，我们去买柠檬茶吧。你口渴了吗？有点儿，我们去买柠檬茶吧。你口渴了吗？有点儿，我们去买柠檬茶吧。我在上网课，你能小点声吗？好的。我在上网课，你能小点声吗？
好的。我在上网课，你能小点声吗？好的。小妹，不早了，快睡吧。我把日记写完就睡了。小妹，不早了，快睡吧。我把日记写完就睡了。小妹，不早了，快睡吧。我把日记写完就睡了。Trevor, 你的中文说得太好了。小意思啦。Trevor, 你的中文说得太好了。小意思啦。Trevor, 你的中文说得太好了。小意思啦。好了，我们这期就练习到这里。下期见。